安哥哥说 How are you? 为什么是你？ How old are you? 为什么老是你？对，就是我。Hello， 各位哥哥，我是本档的接档主播，我叫幺幺。然后下面我们来打一下广告，看舞蹈就来993，全网最专业、最有颜值的舞蹈频道。哥哥们，把这边的五行五秀嗨翻天的预约点一点，然后再把我的直播时通知点一点。How old are you？ 来，哥哥们，把你们手上的花花和星星给我点一点，来，把星星点一点，我看一下咱们新开的投票啊。青狐妹是吧？青狐妹第一个，第一个是青狐妹，来，咱们第一个舞跳青狐妹。咦，我扇子呢？扇子找不到了，那咱们还是先跳个别的吧。先跳个别的，反正他是先准备一个，咱们这个投票还没截止呢，还有2分钟才截止，咱们先跳个别的，给你们不一样的舞蹈享受。来吧，哥哥们，把你们的花花点起来，快点快点，我要跳舞了。把你们的色色表情扣出来，色色表情呢？嗯。
说我像你们家秘书。对，没错，高薪聘请女秘书了。说我像老师。对，现在你们的作业赶紧交一交，你们的作业就是把我的心和花都点出来。快点，不完成作业的话小心我打屁股哦。高跟没有穿，人家好累吗？不想穿高跟。不坐，你叫我家长。不坐的老师打屁股。来，做打个广告，看不到就来993，24小时全网最专业、最有颜值的舞蹈频道哦。好，把我们这边的五星五秀嗨翻天的预约点一点，点一点啊！然后哥哥们的瑟瑟表情走一走，瑟瑟表情走一走，家庭作业快点完成哦，不然老师要打屁股喽。好的啊。然后咱们投票结果已经出来了，投票结果就是青狐妹，没错。其实我找不到我的扇子了，我的青狐妹。来，咱们把四个表情走一走，宝贝跳舞了啊！对，别忘了点一点幺幺的直播时通知哦，点一定点订阅不迷路，幺幺带你回家住。好，给哥哥们一个么么哒，跳舞了。今夜月光甚好，带我出去寻觅一番。哎呀呀呀呀，怎样好生俊俏的公子啊。下
准备好服装和道具，所以让大家看了一场尬舞。如果就是说明天的话，咱们就跳一个带狐狸尾巴的，带狐狸尾巴还带狐狸耳朵的，行不行？这首歌叫做《青狐妹》啊，青狐妹，青狐妹。然后还有200多秒了，还有200多秒了，哥哥们，为什么我每次跳舞的时候直播通知都不涨呢？你们的手点到哪里去了？是拿去？诶，怎么突然被消音了？来，哥哥们，把你们的直播室通知点起来。你看一看这个直播室通知涨得也太慢了，哥哥们，这个手速不行啊！拿出你们单身20年的手速出来点起来，哥哥们，点起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来打个广告，来看舞蹈就来993，全网最专业、最有颜值的舞蹈频道哦，所有美女都在这儿哦。然后把这里五星午休嗨翻天的现场预约点一点，点一点，手不空啊，哎，别路途啦，伤身体。来空一下手，给我点点心，点点心。下面的心怎么又停下来了呢？心也不能停。哥哥们，快点嘛！快点给我点心心嘛！好了好了，跳舞了，不逼逼了，不跟你逼逼这么多，跳舞。来，点好订阅的哥哥们，哥哥们点订阅啊，点订阅不迷路啊，幺幺带你回家住啊。最后一个曲子了。Got it from my daddy. Daddy. I feel nice. You look nice. 널 보자마자 나 어머나 땡잡았어. Don't think twice. 이미 게임 끝났어. You be my curry. I'll be your rice. My name is PS1. 한국말로 박재상. 너의 아련한 눈동자 빠져서 헤엄치고파.